在心内，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。辣公辣妈，辣公辣妈，那你们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情情情，阿兰就听我呀嘞，这对。爱你的心肝啥人知。好，我们新单元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谢谢蔡清妍、陈月琴。接下来王通古、王文心带来的歌曲是《爱你的心肝啥人知》。听讲人伊去梳洗嫁早镜时阵穿的，有影哦，哦，跟他前一拜啊，十三年前嫁早镜做做西装，哦，十三年后我毋捌穿过哦，今仔日哦是因为足慎重的，我买来红人榜，哎呀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提出来，提出来，心在拢无变，有影是啊，有一挂张老顽的味拢走出来。好，咱请嘉老师来给咱讲评哈，啊，无安尼讲嘞吼，真正天光啊，好，好，来雅文老师，王文心。哦，王通古，
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文心，你的歌声很漂亮，你已经是可以发唱片的那个阶段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今天的穿什么好，或者是说你们的选歌，你选歌真的选了太好了，选得非常好，而且默契很好，因为姐妹要唱前歌其实她有点小尴尬，所以呢妹妹很自然的，只有哥哥眼睛不敢看妹妹这样而已，而且你们两个对唱的那个和谐度非常漂亮，技巧更不在话下，所以真的有得拼，很好看，你真的是太高了，很棒很棒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们接下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哇，不想到到我们那些一家人呢，擂台赛呢一开阵就那么精彩啊，哦、oh, ，我真正错一个，咱的青岩大加迄个桂金枝啊，吼。哎，老师好。哦，恁这条歌就有感觉呢，谢谢。都只在你讲什么抓脚咧，抓手抓甲人人人准准准，敢那你塞油南车要过山路安尼吼，啊，你七万八万我过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爽度安尼，完全扫过，拢对边安尼扫甲安尼水水水安尼哦，尤其是后壁恁咧布鲁斯咧手去牵起安尼哦。两个哦，迄有够有感觉诶！啊，知影讲是恁是翁仔某诶关系，所以讲即两个人唱歌咧感情吼，迄、那个化学变化有无？哦，迄着互人一个起鸡窝皮起来安尼，足好听诶，非常诶赞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单元太棒了，因为长期以来看红人榜哈，都是跟我来讲电影的时候了解，都是规家伙啊做伙看。是，没有的。不然我们来问阿德老师，看他听得怎么样。我们第一回合就这样的阵容出来，我跟你惊到不？反正呢，既然题目叫一家人哦，没有给我一家人的感觉，我都会扣分呐、啊。然后尤其在这个舞台上啊，唱这个歌的时候，给我一些罐头式的那种表演哦，我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。啊、我先讲一下蔡青妍、陈月琴、哦、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唱歌哦，就像那个你老公这一套西装一样，就是长期没来往，重要时刻就把它端出来，然后一鸣惊人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、哦，就是可见哦，他平常陪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他都有认真在听你唱歌，对，所以他才拍子可以抓那么稳，才知道你唱到什么程度，他可以接上去，默契。啊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讲实话，他才是高手。哦、然后王通古、王文心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一开始那个战一前一后那个战法，谁教你们的？是我自己想。哦、台语 MV 都这样拍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背对背啊，就是一前一后啊，就是一副两个人哦，看着对方不知道讲什么那种表情，对不对？罐头式的表演，我都会扣分啊。你还想说？如果兄妹哦唱歌的表情很尴尬、啊、你就想一想说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，其实都不用看对方啊，这样你们可以专心的唱歌，把这个融合起来。好、哦、因为一家人最重要就是要把一家人的感觉表现出来。当这个表演哦一有人就是落掉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会像家人一样飞出来把酒接住，就像最后这一对哦那个拥抱，就是。很厉害的招数，谢谢老师。因为那种东西，其实只要是假的，我们一眼就看穿了。好，谢谢。